你畜，休要在此胡言！师父，怎么回事啊？他把你们骗到这里，好来吸干你们的阳气。胡说！你这是蠢狐狸！看我灭了你！等一下，师父，小心是只好妖啊！一泽，你们全都被他迷惑了。若要再拦我，休怪我无情！小心，你疯了！ 我师父绝对不会滥杀无辜，你才是那只恶妖，真是不好玩啊！竟然被你们发现了，那就全部都死！妖怪，把我师父怎么了？我只不过变成他女儿的样子。 他就下不了手了，活该被我控制。被我奴役，那我就把你从我师父体内逼出来。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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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
的剑，有缘人，再见。